可可与不可思议之塔其实是把弹珠台的概念再结合上各种要素，增加了更多乐趣与耐玩度。游戏的操纵方法非常简单，大家只要点击画面正下方左右两边的挡板就会往上弹，把我们的主角攻击可可像弹珠一样的往上弹。而每一个关卡都依照造型主题配置了许多机关和敌人，一边注意不要让可可掉到地面，一边把他们统统击溃，努力朝着塔顶前进吧。